二、三，开始。金老板，20000块钱定金，您收好。一个星期之后呢，我回来收房子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钥匙，您看好不好？行，没问题。金老板，到时候您这房子没腾出来，这违约金可是双倍返还的。好，可以可以。金老板，那您就给我打个收条呗。啊，20000块钱收条。哦，该打该打。对。斗鸡，我今天就陪你玩到底。杨师傅，你好，哎，快坐快坐吧。哎，明天还能接着来啊？肯定来的，明天先接我呢。这个这就是我家，这个这你家，哎，还真不错。你俩看这啥好啊？是是是，进来吧。哎，满堂。哎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瞧瞧这话说的，自个儿家的店，我能不来吗？随便来，随便看，随便看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随便看吧，啊，看中了你们尽管说啊。我送送客人啊。哎。梅小姐。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哎呦，好看，好看！哎呀，是我吧？是，哎呀，真好看。那个，收条，明天留好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哎，金老板啊，刚才那位老太太是你妈妈吧？啊，我丈母娘。哦，你这房子按周租，她不会反对吧？放心，我们家我说了算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嘞。慢走啊，快见啊！老太太工作你就做好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没事吧，爷爷？爷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秀儿啊，哎呀，我的腰！你们放心吧，旗袍做好了呀，我就通知你们。慢走啊，肯定给你们好好做。曼堂，刚才那两个人是干嘛的？那两个好人约好了一块儿给媳妇儿订旗袍来了。嗯，我怎么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胸前挂着房屋中介的工作证？啊，是中介啊。妈，怎么了？这中介就不能订旗袍啊？真逗。进来吧。我是不是这合同落你这屋了？不不，这什么？啊，稍等，稍等啊。那个啊，可能是订旗袍那个合同有点问题。你先进屋，没事啊，进去，没事。真奇怪，你说前脚走，后脚合同怎么就没了？这咱俩不行，再补签一份。你看你这说的，人中介都走了，怎么咱那说签就从签呢？啊？
这2万块钱定金我都给您了，您不会不承认吧？哎呦，你说什么呢？收条是不是给你打了啊？是啊，就是嘛，他怎么能赖账呢？不可能。好好好，啊，好，慢走啊。金馒头。哎。糟了。哎呦，我的腰啊！爷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我本来让你们在家好好学习的，你们怎么玩起这么幼稚的游戏来了？爷爷，这回您亲眼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您给我请那家教，暴力倾向非常严重。我，你什么你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想狡辩？行了行了，肯定是你小子的主意。嗯，哎呦，一丁，去把药匣子给我拿来。您别动，我这就去拿来。爷爷，都怪我不好。秀儿，你告诉爷爷实话，刚才一丁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刚才我们在比赛，他说了，我只要能赢了他，他就无条件服从我的安排。你看，我就知道是这个臭小子的主意。秀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开始你要是降不住他，以后他就会骑到你头上去撒欢儿，知道吗？你对他不能心慈手软。爷爷支持你，干得漂亮。哎，哎呦，你们俩聊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趁我不在，背着我说我坏话？我没有。爷爷，嗯，那药箱给您拿来了。嗯，您不会是要自个儿给自个儿扎吧？不是还有你吗？我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你想见死不救啊？爷爷，咱们还是去医院吧。我可丢不起那个人。你这人体720个穴位，你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背得鬼瓜烂熟了，现在也该派上用场了吧？啊，来。你给我扎，您就不怕我给您扎坏了？我不怕，我今天活出去了。嗯，爷爷，你到底扎不扎？哎，爷，别动，我扎，我扎还不行吗？哎呦，我的腰！这是什么？好啊你啊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却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来。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长出去怎么给我保证的？咱们梅家百年老店就要断送在你的手里。妈，您千万别动气啊，您听我跟您说。我不听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了。我这还没死呢，你就开始惦记我的家产。妈妈，行了，不租了啊，不租了，肯定不租了，听您的啊。你听我的啊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今天要不是让我撞见了，你指不定还要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把婉玉叫回来，再这么下去这个家就没了。妈，妈，别叫妈。妈，慎于环跳，承山后膝尾中这几个穴位都各扎一针，你放松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，你就怎么做嘛。哎，你就把我当成那个人体模型，啊，来下针。嗯。哎呀，爷爷，您这不是逼我的吗？凡事都有头一遭，
啊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你拿出你的男子汉气魄来，来，炸！哎呀，爷爷，我真的下不去手。你让开，我来吧。你疯了？我爷爷教过我，以前他腰不好，我总给他扎。没你不敢干的事儿，你给我爷爷扎坏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把针给他，你在旁边指准穴位。秀儿，你来扎。爷爷，您真敢让他扎呀？敢，爷爷信得过他。爷爷，那我真扎了。扎。是真给我，哎，让开！这儿，手拿开。这还没扎呢，你叫唤什么呢？啊！来秀，看准了，别扎歪了。知道了，你手拿开，让开让开。嗯，不错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嗯，环跳再来一针。祖业就要葬送在你的手里了，我对不起连祖连宗啊！不是妈，你别叫我妈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你竟敢背着我，连咱家的店铺都敢往外租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呀？这些年我那么信任你，把整个家都交给了你，结果呢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我爸那就有点不公平了。我觉得咱家那个旗袍店早就该关门了，把那个房子租出去，一年至少也能20多万吧，咱们生活也能宽裕点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非得要守着这房子受苦啊？哎，元儿，你别叨叨了。好啊，你们爷俩串通好了是吧？宝啊，给你妈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再这么下去，这个家就没有咱俩的活路了。啊，奶奶，那个，几个点，我妈还在睡觉呢。您先想，我听您的，好吗？咱不租了，咱这房子咱不租了啊！我也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不想听你说，宝儿啊，你给你小白爷爷打电话。让他马上给我找个律师，我要立遗嘱。啊！爷爷，喝点水吧。嗯，好，你先放那儿吧。你放那儿吧。金宝，金宝给我打什么电话？喂，我是金宝，我找一下白爷爷。我爷爷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他听得见。小白，是我。哎，梅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把腰扭了啊，所以我今天没去你那儿。啊，腰扭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呦，是多亏了秀儿的孩子了。那个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原来想啊，让你带我去找个律师。哦哦。您不着急吧？等我腰好了，我就带您去啊。不急不急，你快好好养着吧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，再见。哎，这个梅奶奶整天吵吵着要立遗嘱，她是有多少家产呀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
那个妈，您说您这身体这么健康，立遗嘱这……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说话。奶奶，我不渴。圆儿，咱走吧。奶奶，时间到了，起针。我来吧。不，让他来。让他来吧，我他扎都扎了。就你来。待会儿他就醒了。婶子，啊，你回来了。秀回来了吗？没呢。婶子，跟你商量一下，以后要不别让秀干家教了，我找着工作了。你找着工作了？啊。干啥呢？手机店促销员。卖手机。呀，那挺好的工作，你得好好干啊！哎，你看这是啥？大农，我可得说你啊，你才来北京几天呀，你就乱花钱！我要打电话告诉你爸你妈。我没乱花钱，这个不花钱，婶子，这充话费送的。哦，不花钱呀，这人送的。我就想把它送给秀。然后这样以后，咱们不都方便找他吗？然后他要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，也好联系咱。婶子，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呗。既然你要送给他，就自己送。你苏醒了？嗯。拜拜。何老师。嗯。你是有什么信仰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家冰箱那么多硬货，你就做这些个素菜，你是要带着我们忆苦思甜吗？爷爷腰扭伤了，行动不方便，不能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。他不吃我吃啊。多吃点素菜，对身体有好处。爷爷，我在长身体啊，我在健身呢，我需要蛋白质啊。一顿不吃掉不了膘，啊？你那一身肌肉是摆着好看的，真是。那秀，快吃。我就不在这儿吃了，我出来一天了，我妈肯定着急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你都溜溜的忙他一天了，你饿着肚子回去怎么行啊？嗯，一定要在这儿吃饭。嗯。行，我真的得回去了。你看你这个孩子，叫你在这坐着就在这坐，来给我进来。哎，爷爷。爷爷，你腰没事吧？你坐下我就没事了。你快坐。我坐，你先坐下。好。哎呦啊！我坐。爷爷。哎。我做的菜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，您尝尝。这不用尝，一看就好吃。哎呦，你来。吃，你到厨房自己拿饭去。爷爷，我自己去盛就行。去啊！我不吃了。嗯？
我还是吃吧。吃饭。嗯。好，好嘞，好嘞。你能不能跟租户好好说说，我这房子不能租了。大哥，您2万块钱定金都交了，说不租就不租了，您让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呀？定金我一分不少，我退给他。他如果说现在要的话，我现在就能给他送过去。这哪是您想干嘛就干嘛的事儿啊？这退定金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违约金双倍返还，那可不是2万的事儿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就先替我说说，如果事成之后，我给你包一红包，好吗？啊，行，我等你信儿啊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我自己待会儿。都是反的，您别多想了，快睡吧。老话说母子连心，你妈出事了，你妈一定是出事了。富家少爷一看就不是学习的料，你教他那不是对牛弹琴吗？你趁早别教他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他脑瓜子挺聪明的，只要好好学习，肯定会有潜力。好了，别说他了。怎么样，工作找到了吗？找着了，我现在啊在手机店当促销员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啊。好像是你包里想。
喂。喂，明儿早上来的时候带份肯德基啊。我没有义务给你带早饭。不是我要吃的，是我爷爷要吃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哇塞！哎，哪来的手机呀？丁爷爷给的。真的？白送的。其实我也不想要，丁爷爷说这是电视台送的，硬要给我。秀儿，这手机你拿去用吧。嗯。啊，爷爷，我不能要，不能要。你看看，这是电视台的栏目组送给我的，还带有套餐呢。啊，它新功能还不少，我用了几天不习惯，那一丁也看不上，你锁在抽屉里也是个浪费。你拿去用不正好吗？爷爷，我真的不能要，不能要。你说现在哪个年轻人没有手机的了？嗯，拿着。爷爷送你的你就拿着，哪那么多话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？爷爷给你的，你就拿着。爹爷太大方了吧，这也。我也想要新手机。秀儿，你明天早上把这个还给人家，拿这个用。好大脑，才刚刚进城就学会乱花钱了。我没有乱花钱，这是充话费送的。不用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你这拿人家的手短，吃人家嘴软，你不明白啊？这个道理我懂，不用你告诉我。不要白不要，走，秀儿，咱回屋。哎呀，跟我汇报汇报你今天的战况。大龙哥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拜拜，晚安。你快跟我说说呀，秀儿啊，今天去丁一丁家怎么样？他没有难为你吧？问你话呢，啊？哦，没啥。挺正常的，奶奶，那个，这都是梦啊，你就别多想了，好吧？哎呦，真是梦，就是你妈给我托梦了。宝，你马上给你妈打电话，快快。奶奶，你今天要不打电话，明天我就上京大找他们校长，让他从美国把我女儿调回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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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奶奶可能想起咱妈的事情来了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事儿全完了。她现在非逼着我给咱妈打电话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呀？老规矩啊！您说你干嘛呀？非得着急忙慌的，非得给婉玉打电话。我担心她，我就想亲耳听听我闺女的声。你说你们一个个推三阻四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们哪敢瞒您呢？哎呀，你连我们梅家的百年老店都敢关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不是妈，你看，我不是都跟租户说了吗？不租了啊。打死也不租了，给多少钱都不租了。行行，您消消气儿啊，宝儿已经去联系了，看看怎么跟婉玉联系上了啊。联系完了，我跟他说，就说我要死了，见你最后一面。哎，呸！多不吉利啊！您活得长着呢。我不想活成老祸害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思根本不在婉玉身上，你拿外人啊比自己家人都亲。你以为我老眼昏花的什么看不出来呀？哎呀，您这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哎呦，自己琢磨吧。今晚你好没好？快点，一会儿奶奶出来全穿帮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拿手机过去吧。你现在去拿啊。好。
婉玉，闺女。妈，我是婉玉，您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，听得见。婉玉，你好吗？妈想你。妈，我也特别特别想您。您身体怎么样啊？妈就是想你。婉玉啊，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，让你呀早点回来？咱们这个家没有女人是真不行。妈，我现在回去的话，我们的计划就要半途而废。等我们的科研成果成功之后，您就是第一个受益者。妈不想长生不老，妈就怕呀，有一天得了个疾病，连你最后一面都见不上。妈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您一定要好好活着，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我爸还有金宝该怎么办呢？他怎么说他爸？哎，婉玉啊，哎，我对婉堂，啊，妈这块挺好的，你放心。哎，啊，你在那边呢，也自己多注意身体啊。哎，喂，哎，喂，哎呦，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，挂了啊。哎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好像是，我怎么听说他说他爸，那你爷爷都走那么些年了。那个奶奶，您听错了，信号不好。哦，圆儿啊，越长越像他妈了，连声音都像，越来越像。啊，是啊，闺女儿肯定随妈妈，是吧？行了，这回话也通上了，您也踏实了吧？嗯。啊，那您就早点歇着吧。提示我一下呢，我是想提示你，可是我说话不就穿帮了吗？哎呀，完了！怎么样，金宝，奶奶没怀疑吧？还好掩饰过去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说我怎么就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？你是不是想咱妈了？想。当然想了，不过现在咱们只能为活着的人着想，这事儿一定不能让奶奶知道。梅姨，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哼！擦什么眼？哎呀，不是这样，您这手得立起来，这样。这样怎么了？这样你不就能挡住吗？这个。这能挡住啥呀？你们看见老太太了吗？她怎么不在屋里啊？啊，是不是晨练去了？不能，她晨练那些东西都在屋子里呢。啊？这两天奶奶一直吵吵着说要立遗嘱，不会是去小白爷爷家了吧？你去，赶紧打个电话问问。哦。嘿，你们在家这儿站着干嘛呢？一大早开会呢？开什么会呀？我们老太太不见了，也没去晨练呢。晨练那不可能啊，我们俩约好的，我找她一块跳舞去啊。哼，这个电话也没人接呀，这个。你去家里找找去。行，那个秀，咱俩赶快去小白爷爷家一趟。好。哎，那我跟你们一块去。你在附近找找就好了。哦，也行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包。我也去找找。这么着，威廉，你在家守着，万一老太太回来给我们电话。行。咱们去小花园找找。哎，好，哎，满堂，我弟去。那你们要找着了，给我也来个电话啊。啊。
能跑哪儿去呢？夜里下的光，诉说着寂寞，粉丝那么多，怎么爱情却太难得？你怪我的错，要求也太多，可是我手中的钢镚就那么几个，多想有跑车。怎么没反应啊？在家吗？金兵，来人了，快去开门。是丁爷爷的声音。嗯，这一大早的丁应该在家呀。可能是睡过头了。坏了，丁爷爷昨天腰扭伤了，不会是更加严重了吧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有办法进去。几点了还在睡？起床啊！啊！你快把衣服穿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叫门，门不开，我就爬窗进来了。你疯了！你快穿上衣服！又不是我逼你进来的。快把衣服穿上，起床了。嗯。下来了，我在外面听到您的声音，叫门又叫不开，然后我就爬窗进来了。爬窗，二楼。哎呦，你孩子，你爬窗。哎呀，我这腰。慢着点。爷爷，我先去开门，金元也来了。哦，金元也来了。嗯。哟，哦，秀儿太厉害了呀！小白爷爷，我奶奶呢？她在您这儿呢吧？嗯，你奶奶不见了？啊！我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以为我奶奶过来找您了呢。哎呦，这哪有的事儿？哟，金元你也来了？啊，我是来找我奶奶的。你一大早跑我们家找奶奶来了？你脑子没事吧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爷爷。我奶奶这两天吵吵着要立遗嘱，我们都以为她在您这儿呢。哎呀，我没见呢。我们俩是说好去到律师事务所的，可这两天我把腰拧了，我这没去上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奶奶能去哪儿呢？哎呦，我们能想的地儿全都找遍了，奶奶就是不在，都没有。哎，一丁啊，去，开车，咱们一块儿出去走。爷爷，您腰都这样了。能去吗？哎呦，能行能行，走吧，快点。哎，阿姨，你要找谁啊？你们校长办公室在哪儿？您找校长有事吗？当然有事儿啊。哎，那个你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。跟你说，你能做了主啊？哎，哎，阿姨，阿姨。哎呀，你干嘛不让我去找校长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您别生气，啊，这是我工作证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校长，叫你下岗。哎，阿姨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听我说，您听我。为什么？你干嘛？呀，金宝，奶奶，你来了。他不让我见校长，非拦着我不让我去。不是。
我是说让阿姨做个登记，她不但不配合，而且还抢了我的工作证。奶奶，您先把这个工作证还给人家。奶奶，您说你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就一个人跑学校来了？宝儿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俩一块儿去找校长。走。不，哎呦，奶奶，不是，人家学校这现在都放假呢，校长不上班，休息。放假？啊。哎呀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你说您这也不说一声就跑出来了，家里都给着急坏了，我爸都报警了。您跟我回去吧，啊。嗯。叔叔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嗯。放假了。那我们先走，来，慢点啊。哎，宝儿。啊，找到了。